我们呢差不多恋爱有三年多了，他一直跟我提结婚的事情，但是呢我还没有想好，因为他比我大17岁呢，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定的思维差异，还有代沟。他的思想呢有些幼稚，对婚礼呢有些不切实际的要求，我提过好几次想要跟他结婚，但他都拒绝了，总说自己年纪还小，再等两年，但我是有些等不了了。今年过年如果再不结婚的话，那我就要好好考虑我们的未来了。其实我也压力很大，尤其是我们最近异地恋嘛，我觉得这段时间他对我没有像以前那样好了，基本上也都没有什么联系了，让我觉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。这个状态我也看不清楚我们的未来。异地，年龄差，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他们想要的婚姻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林先生41岁，来自浙江，是一名司机。王女士24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者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你们俩交往几年了？交往大概3年多了。3年多了啊，就是38岁认识的他，是吧？对对对。结过婚吗？以前？没有。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在美容院认识嘛，他在那里上班嘛，然后我以前这个连轻重都很多嘛，他刚好是做这个专业的嘛，就去那里治疗嘛，办了张会员嘛，喜欢他就追他嘛一次。哦，那个小片里面有很多问题，我一个一个来哈。你们俩现在异地恋吗？是。你在哪儿？我在浙江嘛，台州嘛，他在上海。那你们这个异地平常怎么联系呢？基本上就是2-3个月见一次嘛。每天都会通电话吗？聊微信吗？每天会？没有，异地这段时间我发现他没有以前对我好了，然后电话也都不打，信息也不怎么发。异地多久了？1年半了差不多。哦，他说刚才说的是每2-3个月见一回面是吗？是他去上海看你还是你去台州看他？我去看他比较多吧，他就来过2次。1年半时间就去上海去过2回啊？为啥呀？你都想娶人家了，小片里说咋就去了2回呢？因为我工作也比较忙嘛，对吧？哦，反正我们说好的就是3个月见一次。哦，还有约定。那你不会想他吗？就知道想他，我当然是想他了。那你就看他的喽。电话什么微信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都联系都很频繁的，就是这2个月。就是有点赌气嘛，他不发给我，凭什么我发给你？然后就有点赌气嘛。哦，你跟他赌气哈？对，他不发，我也不发。好，我问问这小姑娘，你们异地有1年半对吧？这1年半期间，女生嘛都逢年过节哈，就是他会问候你吗？会吗？哎呦，伤心了，怎么了呢？咋了？过节吧，当然慰问也是有慰问的呢。他嫌我什么红包发的太少啊，什么情人节嘛要发什么520啊，1生1世啊。哦，是吧？你发过吗？都发是发过呢。你哭什么呀姑娘？他就是这样子呢，感觉自己还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就是那老是他在你面前就应该是个小孩子啊。小孩子对啊，但是他也不能太那个了吧，是不是啊？24岁的人嘛，应该也有24岁的人的那个行为举止啊，是吧？你不要老把自己当成18岁来处理。你比人大17岁是吧？嗯，是不是？那不对，他就是小孩嘛，你就哄他不就完了吗？你为什么哭啊？我觉得他现在对我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什么没有以前对你那么好啊？我只是没有完全的表达出来罢了嘛。好，我问你啊。你想跟他结婚是不是？对呀。但是他都没嫁给你，是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们。他因为他这个婚礼的要求呢有些那个，他说婚礼嘛要这种草坪式的，就是像这个电视剧上这种偶像剧那样搞起来很豪华的那种。等等等等等，你说怎么可能啊？姑娘，为什么要办西式婚礼啊？因为我们年轻人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，比较好看一点嘛。
什么年轻人就要西式婚礼啊？那我们那边的人的比你年轻结婚的也多的是。你那个就是一群长辈们坐在那里吃饭喝酒，然后什么都没有呀。说什么可能不可能，你对我们那里的婚礼根本不了解呢，我告诉你。你别老说这个，你当时就喜欢他这么跟个小女生一样的感觉对吧？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呢，现在我想考虑跟他结婚的话呢，这种太小孩子比起来真的有些不行，比方说他家务什么都不做是吧，烧饭基本上都不会的是吧？不会做家务啊？本来就是他做家务的嘛。哦，婚后要求他做家务是吧？嗯，哦，我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帮他吗？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帮啊。你说他这种口气呢，我感觉我就像男保姆一样。哎，你们在结婚问题上还有什么不一致吗？他总是让我早点跟他结婚，我觉得应该再对，还有一个时间呢，再等等。哦，你还说等一等，大概多久以后你打算嫁给他？我感觉还要再等两年吧。为什么是再等两年呢？是因为你觉得你年龄小，而你们感情没处到？我年龄也比较小嘛，然后我感觉我爸妈应该不会同意吧。等我年龄大一点的话，然后我再跟我爸妈说我嫁不出去了，然后就嫁给他了。哦，他是这么想的。那你当时跟我说也是这样说的呢，说自己25岁嘛，在你们那边就是大龄青年嘛。着急娶了是吧？那我当然是比较着急的，我毕竟41了是吧，而且我父母催得也比较紧是吧，朋友现在都结婚了，我没结婚嘛，感觉也有点不好意思的是吧。不好意思啊。而且我跟他相处了这么多年的话，我也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呢，这样子。他说两年以后你等得起吗？两年以后我不想再等了，我的底线就是明年他25岁呢，我43岁呢，再不跟我结婚的话那我就拜拜了呢。拜拜了。嗯。哦，女生明天嫁给他吗？结婚的话啊，我觉得还要再等一下吗？他总是那么急。好好，我再问问你啊，现在有其他的男生追你吗？这个我还是不说了。啊？哦，还是不说了。那我理解就是有喽。喜欢肯定是有的，但是是有的啊，但是我都拒绝嘛。哦，那你告诉我对面这个哥哥有什么优秀的地方让你喜欢？我觉得就比较善良一点。善良啊。然后对我也比较好，我想要养兔子啊他都帮我养。哦，你想养只兔子他帮你养啊？对。你就觉得他对你好啊？啊，我还比较喜欢花，然后就种了很多花在他家前面，他都帮我照顾着。哦，他还为你种了很多花是吧？嗯。啊，这是花兔情缘呢。你说了啊，异地之后他对你不太好了对吧？那你怎么还想嫁给他呢？因为他之前对我也蛮好的，除了不能生孩子其他事情他都能替我做，对我特别的好。哦，只是他现在对我不好了，他以前对我很好。哦，现在就是异地。我怎么现在对你不好了？我现在对你同样也是好的，否则的话这次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是吧。哦，这次是你要来的。他要来呢。你要来干嘛？就是让他对我好一点。以前我想去哪里看花或者去哪里玩他都会带我去，我说要种百合或者要种其他的他都给我种的。哦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买一个花打算带回去他就嫌七嫌八的，还要说那个好重，然后还要给我扔掉。哦，哎，这个主持人，我跟你说呢，说到这个花呢，就是昨天在天津买的呢，那个花提起来有20-30斤重啊，然后我们带着一大把行李，是吧？从天津到台州，你说多远啊？啊，这个提来提去不麻烦啊？种花我们可以到家里买吧，是吧？不一样的呀，家里没有那个花呀。不一样对呢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太麻烦了。不吵不吵，不说花的事了。为什么要分开呀？为什么要异地啊？因为我家人在上海嘛，然后我就过去了，他们反正对我也不好嘛，我想要的他都不给我。
我就伤心了吗？你想要什么他不给你？比如说情人节别人都有礼物他就不给我送，然后我过生日他也不给我送礼物。他说我什么礼物都没有送给他也是不可能，我送给他一条项链还有手环，别的时候有时候他没钱的时候从我这里拿也是有的。好，事儿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了。女生居然要求说你们得帮我跟老林说说，让老林对我好点，你们看怎么办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姑娘，你妈妈同意你找她吗？我感觉应该也不会，所以我想再等两年，然后我说我嫁不出去了嫁给他会好一点。嫁不出去了再嫁给他是吗？嗯。妹妹，我跟你说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婚姻的意义。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啊？你现在以为生活是一部童话，你觉得童话里面应该有花花草草，有王子之类的。你要从这个童话世界里面走出来啊！你知道结婚要生孩子要洗衣做饭，最基本的要打扫家，你这些都会干吗？反正他都可以做的呀。好，他可以做，可是呢，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？所以他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要娶你。如果你不想嫁，不要说一年两年，不要给他期限，好不好？你去找那个可以不要求你马上嫁给他的那个感情，不要再浪费时间，也不要对自己不负责任。男生因为也都这个年纪了哈，就是爱情对你来说可能已经是没有那么年少冲动的那种激情了，然后你看到他可能唤醒了你对爱情的那种感觉。但是你知道他的虽然说生理年龄到了24-25岁，可是他的心理年龄还停留在17-18的小姑娘呢，他完全不知道婚姻的意义，他也不知道结了婚要干什么。所以你跟他结婚，你指望他为你生儿育女，为你打扫家，把家里面的另一半天撑起来，其实短时间之内是很难的，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确，就是要戒指，要草坪。这个，所以你能实现得了这些吗？有些我当承担得起，我当然能承担，是吧？嗯，我就劝您一句话啊，如果啊，就是你觉得未来的路可能很难走，如果你觉得我承担不了的话，那咱赶快就别耽误。彼此别耽误。嗯，好吧，谢谢二位。小姑娘能先不哭了吗？你是成年人，所以我希望你思考你的恋爱婚姻的角度是从成年人的角度去想。我们一个人想要进入婚姻，不仅仅是想要美好的爱情美满的家庭，更多的是要付出一份责任。与女人与男人都一样，这份责任和担当远比草坪钻戒要沉重。没有说哪个王子公主的爱情他们就只有城堡，他们一样要面对落地的种种生活的烦恼压力重担。你想过这些吗？你想过将来可能结婚了之后你要去做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要对一个男人负责任，要爱他尊重他帮助他，在他困难的时候给他支持，你想过这些吗？其实我觉得等我再大一点了也是可以的，只是什么大一点的人，很多24-25岁的人都已经当妈妈当得很好了。这个没有对错，我不是在指责你，我是觉得人确实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的发育有些是不对等的，如果我们的心智没有成熟到步入婚姻，我们就先不要去做这件事儿。当我们想清楚婚姻生活是什么，我们再去做，这样自己不会觉得那么委屈，也不会让你的对方觉得那么的辛苦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得很明白很直接，你现在表现很好啊，你没有再哭了，就是你对面这个男人他没有那么爱你了，你希望他回到过去的好回不去了。一个人惦念另一个人是不会能够冷静地控制到我
几天不给他打电话，我跟他冷战，他不联系我，我就不联系他，这就不是爱情。所以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的爱你了。如果这是事实，你能不能接受？你去思考啊。先生，其实你心里想要那个女人是可以操持家务的，对吗？是可以主内的，甚至帮你的，对吗？你想要的是这样一份情感和婚姻，我说的对吗？对呀。那你干嘛不告诉他呀？你跟他好了3个月时候你可以告诉他呀，你拖人家3年干嘛呀？越长时间越是伤害，岁月经不起蹉跎，我们还是奔向简单的幸福去吧，别再拖着了，谢谢。哎，姑娘，送你一句话，踏踏实实做人，不要无病呻吟。你不要以为别人给了你一个公主的梦就真认为自己是公主了，那样的话太不实际了。你不是从小娇惯起来的，你也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你的每一步成长跟平常百姓家的女子是一样的，找准自己的角色好吗？对于老林来说，你非常清楚，以你现在的实力以及你的年龄，应该找一个什么样踏踏实实的女子做妻子。你很清楚，你41岁你是要成家的人，你是要找一个顾家的女人，找一个顾家的女人在家跟你一起过日子，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这样的女人？你不是找一个公主吧？你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，她也适应不了那样的生活。回归到现实的生活，脚踏实地的过日子吧。就这样。不是所有的童话都是王子和公主在一起吧？所以姑娘，回到现实吧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想对你说，哎，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巨力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，来看看他们的选择吧。来吧，等一下属于他们的时光。